체육관에 어둠 바다 위에 두지못던 첫 키스 생각나니 울고픈 너의 stand the thought of always, you, you know, even from your time. Point of view 어쩔 수 없어 you can change your mind decisions might get broadcasted it's just the things you chose to and do yes, countless nights and I know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现在呢进行的 packing 已经差不多完成70%了。我这一次呢不算是 last minute 的 packing 哦，也算啦。我昨天一路整理到2:30吧，真的、啊、辛苦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哎呦，我已经关起来了、啊。为什么这次收那么久呢？那就是因为我也算是换季了一下，就我把很多冬天的衣服都把它收出来了，非常的期待，满满的一箱冬天的衣服。那现在要来 pack 我的化妆品跟我的盥洗用品，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啦，因为我的盥洗用品用的都很固定，所以我习惯是出门之前最后 get ready， 然后最后梳洗完之后才 pack 我的盥洗用品。因为我这次去美国大概2个礼拜嘛，所以其实东西我都带的还蛮齐全的 ，toner 啦 ，serum， 然后 cream。Eye cream， 然后发油，然后洗脸的防晒，还有这个头发喷雾，还有这些基本的化妆品。我的化妆品其实基本上超固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固定了，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带满满的一盒。另外这次要带去的还有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你们记得吗？如果你知道我之前有介绍过的话，我这次也会带这个 Rejoice 的免冲洗护发精华，因为我一直有染发的习惯。然后其实我最近去做了一些挑染，有看出来吗？然后我是一个因为头发很少，所以洗发如命的人，所以我现在加倍的呵护它。然后秋冬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卷头发的，所以我平时也会用就是电卷棒啊，稍微卷一点点弧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发质很容易受损，或是看起来很毛躁。这个从我第一次开始用它到现在也差不多1年多了，我只能说它就是让我们这种懒人更有借口继续懒下去的一个好东西。用完之后，你是真的可以立刻用梳子梳，你就发现有多么的顺。简单来说，我们的头发跟我们的皮肤一样，都是平常需要保养的。它就像是结合了我们平常会用的一些保湿的精华液，然后外加有 hair treatment 的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不用冲洗。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好了，它就是像这样子，有一点点微透明，然后白色的一个 jelly 的样子。哇，好香哦！它有微米级的养护因子，可以很快的渗透进头发之外，还有人参精华可以帮助滋养跟修护。那它的好吸收也应用在你可以用在湿发跟干发上面。湿发的话，你就是洗完头之后稍微把头发弄干，然后你就直接挤抹上去，稍微顺一下之后用吹风机吹干，你的头发就会变得超级超级顺。干发就像我刚刚这样子，就是我可能出门前突然觉得，哎呀，我的发尾怎么会这么干呢？我就可以稍微挤一下，然后呢用在我觉得很干的那个部位，然后呢稍微让它吸收之后梳一梳就可以出门了，它的吸收度也非常的好，然后不会有那种就是整个头发都黏黏的那种感觉。用完之后即使你用吸油面纸在上面这样压一压，也是完全不会有油腻感，这点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这次去美国的时间比较久了，最近呢又是有小小的挑染了头发，所以我这次也会带这个免冲洗护发精华 with me。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超市啦、个人护理店或是 HKTV Mall 都可以找到。如果没有跟我一样染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也有跟我一样染的朋友，我们就可以手牵手一起去入手一下了。机场了，经过上次的经验，我知道咖啡不能带上飞机，所以 T
提早买喝酒。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讲说我这次出国是为了什么，不为了什么。虽然说之前去巴厘岛或是一人来香港的时候，其实也算是放假，但是我没有很好的把工作安排开，所以导致其实是整个 trip 其实我都还是就是半工作的状态。这次呢，是因为一人拿到了一个我很想要听的演唱会的票，再加上这个月是我生日嘛，然后机票又刚好看到合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买了机票，所以这算是我的 birthday trip。我这次会去大概快要两个礼拜，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period。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表，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给同事，当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啦，但这次希望可以让它更进入一个 holiday mode。 在此非常感谢我所有的同事们。By the way，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还带了一个新的 vlog 相机，这个是 Sony 最新的 vlog 相机 ZV-F1 1F， 好痛哦。但好可惜他们今天没有 Elmer Croissant， 他们家 Elmer Croissant 是我的 favorite。 他说他现在长得很丑。翻墙，所以感到非常的崩溃。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e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This world is so cruel. You think you won the game and they've gone and changed the rules. But maybe I'm just a fool to believe.There's something beautiful inside of you and me. But how long must I wait? 你剪头发了？呀，我昨天剪的。Nice。因为你说要剪头发，我就好吧。好乖哦。又要嫌我的头发不好看？我没有嫌你头不好看啊，而且你今天还 gel 了头发。啊，永远不会像那一张相片那么好看了。你从现在开始就不会觉得我帅了。今天的那个海关真的过得超级久，因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而且今天我飞来的那个 flight 基本上是全满的。哦，真的？嗯。根据我们伟大的 Google Map， 我们可能要 delay 个30分钟，因为前面好像有 crash。嗯，我看不到我的。Oh, sorry. Very typical of San Francisco. 你是说 crash 的部分还是 traffic 的部分？ Both. 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因为 Ian 今年有搬家嘛，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去他新的家，就是跟上次我来的时候去的是不一样的家。你觉得我会比较喜欢上一个家还是这个家？你会喜欢以后的家？以后的家、哦？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家，然后有两只狗。我要猫。还一只猫。好，大狗狗。还是一只猫，一只狗，还可以吗？还可以。OK。这边是 Ian 的新家。一个 dresser， 他前两天神神秘秘的跟我说，这个是给我的礼物。Yes， 然后还要发那个照片跟我讲说 ，Please appreciate me。哎，你看这里面哦，哇哦，它有一个插头，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头发要卷的东西放这里，你就不用站着在那边卷。他
张卡片，但卡片不给你们看，这个是我自己看的，给你们拍一秒好了。一 ，Are you ready? OK。It's a blackout curtain， 所以早上你如果要多睡的时候，这里就可以不会太亮。谢谢你。大家 ，I got you pajamas。Wow， thank you。I have a pairing pajamas。Oh， pink。Oh。Black pink， 十、九、八、五，干嘛去买它 ？You're mini Yoda， 谢谢。I'm Rex， 谢谢。这一罐有什么特别吗 ？Napa Valley， oh， are we going to Napa this time？ 嗯哼。Label up， 蹦蹦，蹦蹦，希望你喜欢。Oh, so fruity. Is it good? Oh.设 tripod， 结果就被我打翻了，已经受 Cynthia 的影响。不要把错怪到我身上。其实我发现呢、啊，我觉得不是因为你 clumsy， 是因为你一次需要做太多东西了。嗯。如果我一次需要做这么多东西，多东西我也会很 clumsy。I could have my Gucci on， I could have my Louis。你要按摩吗？好。But even with nothing。Oh my god, I totally forgot about this. 它是我买的对吧？在日本。是。对吧？我们开箱 Pokemon card。哦，我记得。